有一颗闪耀的星辰，创造了中国的动力传奇。创造着绿色动力的企业源自国际潍柴。这是一座划时代的产业里程碑，潍柴用15年的加速度完成并超越了全球产业巨头100多年的成长历程，完成了大功率发动机世界产销量第一的骄人业绩。潍柴坚持不懈的炼核创新，资本与市场的双轮驱动，打造了中国动力第一品牌，世界内燃机知名品牌，已经成为技术全球领先、全系列、全领域的动力提供商。潍柴清晰科技优势呈现，潍柴的动力科研在5国实地研发体系中扎根后，科研宽度和深度已经站在了世界级的最前沿。清基家族更是在气道研究所、燃烧开发研究所、可靠性研究所、结构强度优化与 CFD 分析技术中心、 NVH 研究所、电控技术研究所、后处理研究所、整车匹配测试中心、三高实验研究所等20多个专业研究所的合作下荣耀诞生。通力合作之下，配合自身强大的采购生产团队的精诚合作，本着技术优先和精益求精的精神，锻造出了高动力、低油耗、低排放的性价比极高的潍柴清基，获得客户的高度认可。潍柴清基是潍柴全球研发资源的钢鼎之作，潍柴动力不断的技术升级也获得了世界顶级车队的关注，一举成为法拉利车队中国唯一的战略合作伙伴。潍柴清基通过勇于探索和科学严谨的态度，6年时间消化吸收欧洲先进理念，从陌生到熟悉，从竞争到对话，从追随到超越，从国内标准到国际标准，从中国装备制造产业链延伸到国际著名品牌产业链，从单一产品的出口到海外拓疆的世界级企业，如今潍柴清基也加入了跨越中国动力梦想的进程中。今天技术领先的潍柴动力又添新足迹，潍柴清基真的来了。